等啊等，马上好了。得到最高的围墙，结出野蛮的生长。送玫瑰香，我偏开出仙人掌。好了，哎呀，没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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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就是想要做特别，我不想要做花，我宁可做仙人掌，就是野蛮生长，好好的享受活的这一刻。你未来你会怎么样，谁知道呢？当你老了，我肯定要做一个开心的奶奶，健康。